到这个白天啊，太阳就太毒了，然后这儿就没地儿待了，待着太热了，就上那扇儿去，把那扇儿老总都把那扇儿打扫干净了，然后我们就上那扇儿去坐着。啊，这样大家伙来的时候那边也凉快一点，这样太热了，这树荫挡着不行，还得到5点以后才能过来呢。 他们把那东西全搬走了，也没交代一声，搁哪儿？没有，不知道。到现在，他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呢。他们把我从家里给拉出来，完了那个有4、5个法警看着我，完了给搁着一个石头上坐着。后来呢，他们就把东西都给拉走了，啊，不让我进窝。 后来他们在我们家门口拦了3道警戒线，完了给我拽到警戒线外面。后来他们就不管了，他们就是砌围墙，砌完围墙他们就都走了。那东西都到哪儿去了？东西不知道啊，他们也没告诉我，也没给我钥匙，什么都没说。 然后是马上就去了律师事务所吗？还是先给市长做秘书？这还是早的，这实习的。啊，先实习，完后86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律师事务所，一直干到01年。01年是因为帮助邻居家的拆迁嘛，因为这个事儿被警察打残了，打残疾。就做维权，那做的是比我们早了，比我早。 他是从2001年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做？维权啊，做维权，就是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就是奥运申办成功嘛，很多事儿就发生了，发生的这个事儿呢越来越邪乎，啊，那会儿就简直是那个拆迁这个暴力拆迁的也多了，那所以呢就那个从是什么时候奥运申请奥运成功？2001年的7月13号。 奥运申办成功，那时候就开始拆。然后呢，这申办成功了啊，说是什么？这奥运申办成功之后呢，是来给人家改善这个生活居住条件。结果呢，把老百姓给蒙了。老百姓后来呢，他这个一真正的拆迁起来，那会儿都是政府来拆呀，啊，就是跟你谈不谈，都无所谓。你同意不同意？你同意拆也得拆，不同意拆也得拆。 因为政府的一纸这个啊强拆令啊，就盖着什么各区的人民政府的章，直接就拆了。这2002年的4月27号呢，是拆到这个这儿写着呢，西城区啊，西城这个55号赵家对，赵家叫这个赵深的家啊，这因为我当时呢。 是给他的那个去，我们这个当时呢有很多人去一块儿。赵家是你的邻居是吧？对。这是2002年的事。然后就是这一天，然后你被他们那个打伤了，抓到派出所，然后给你打到这个腿猥琐。到派出所呢，他们从这个警车里边呢就把我拖了出来，然后拖到这个对面的这平房办公室里边。 在办公室里边，就是这几个警察，当时都穿着是，虽然是警服，但是没有警帽。他们呢就把我摁在地上，拿那个绳子呢就把我5花大绑的捆起来了。这时候，他们捆起来之后呢，这个绳子呢还要从这个脑袋往前往上拉那根绳子。当时呢，我这个肋骨呢就觉着听着就嘎巴嘎巴响，啊，我就疼得痛苦的难以忍受。 其中呢，就在我的这个侧的这个警察呢，叫边卫东，他呢那不但揪着这个，还要薅我的头发，然后呢，一会儿呢，他就用胳膊肘去凿我的这个后脑部和这个耳朵边上。那完了呢，其他的警察，有这个，赵玉京，程光远，那个石剑星、陈宇，还有。 还有那个警察，我但是现在有点想不起来。当时呢，他们呢就8个人，就是摁着我，就是8个人摁着我，就实际上呢，就大家就看吧，我满身的全都是手啊，手和那个胳膊，那个是膝盖呀、啊，用手摁着我，然后他们用这个膝盖去挤压我的这个穴位的这个筋骨的这个部分，我非常痛苦，我非常痛苦。当时呢，我就觉着。 啊，这个人的这个整个这身体啊，就好像就是转眼之间就要被他们碾，就是这个挤碎了。他们呢，就是吃饭的时候还把那水杯那个在人地上那个砸碎了，然后呢，用那个水杯呢给我那个大腿根儿，啊，一次一次那个，因为他那个是很钝的，他不是说像刀子那一拉就一口子，他割了我多少次。 直到我这个腿根的这伤吧，好多年了之后才痊愈了，才能长上。因为那会儿到了监狱之后呢，那看守所之后呢，他们不给我治伤，始终在流水啊，又经过了夏天，一直都在发炎。那就是我出狱了，就是2003年出狱以后嘛，隔了2年以后啊，因为那个那个通过一个比较好的大夫嘛，他给我治这个伤，所以才治好了。他们用那个脚呢，去踩我啊、去把我这个脚呢是平着放着，这样已经这样子的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在上面狠劲儿的往下踩，结果致使我这个骨头呢，就是当时呢裂痕，裂了。完了之后呢，到了那个看守所，他们给我抬到看守所呢，又不给治，也没有这个一个就是急救措施。 啊，几年之后呢？因为我这个就是一年之后呢，我这个旧伤呢里边就长出了这个骨芽儿，啊，一直到现在呢，我这个嘛无法就正常着地。然后呢，还把我那个腿呢放在那个凳子上，他那个椅子是那个椅子那个是长条的那椅子，然后有椅子背儿，它有这个扶手，他们把我那个腿呢放在那扶手，然后让那保安呢。 就用的那个全身的力气，然后把我这个就踩这个腿的这个往下踩，啊，就听着嘎巴嘎巴的响，那就感觉我的腿一直都在那个一直都已经当时呢已经是那种感觉啊，就是没有知觉了。那会儿被打的这个腿已经不行了，那。 这个呢，这种方式确实，我就感觉比咱们那个写的那个红岩小说，啊，比那个国民党给这个江雪琴他们施压这个酷刑的时候要严重的多，因为他们这是坐在这儿灌辣椒水或者钉竹签儿或者这个，但是我这个呢，他们是用在这个膝盖呀，就把这个人的这个穴位这个部分呀，使劲的给你挤压呀。 那简直是痛苦不堪呀，生不如死。那会儿呢，我真是一直在哭啊、那我没有办法，我毕竟是一女人，我是有血有肉的女人，我不可能是那个就是那什么，像有些人呢说是那过去那小说中的说什么咬紧牙关哈，然后呢头上冒着大汗珠怎么去挺着？我不可能的，根本就挺不住的。 那么就是说，他们这样折磨我，大概折磨了我50多个小时，然后呢，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里边。那时候我已经处在昏迷状态了，我是被他们抬到拘留所去了。他们以这个说我第一，我在强拆现场拍照；第二，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，就是因为他们打我的时候，我忍受不了疼痛，所以我就哭，我大声的在哭。 那么他们给我抬到拘留所之后呢，本来说呢是这个行政拘留10天，可是行政拘留呢就没有再放我。条腿怎么样？那条腿啊，这条腿不行，这条啊，这条腿不行，这条腿呢还能支撑一点，那个没支撑了。然后主要是腰啊、脊椎、颈椎，这样捆我的时候，是这绳子是从上面拉下来的，所以它导致这个骨头现在变形，髋骨现在啊，然后呢这骨头变形了，对，这个然后这个骨头现在是突出了尖儿。 啊，突出了尖儿，就是疼，就是哪不能靠。那天给他了，给图片给他了，中间一毛给他了。只要稍微有越轨，他就抓他。他们就是犯坏，现在就是不想看到你出了跨区了，我就抓你。我还是没办法，只有在出生区才这样。他就怕，他心里老不踏实，他得给他天天搁那里。你再一天2回传唤票，一次放一次拘。五一那天，我就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他们就在冒坏，就说我连续拘你2天，你就不合那法律。 因为你没违法，他又没办法，就这么治你。你爱人是不是因为什么事儿被他们盯上了？我爱人原来是因为拆迁问题，后来从2008年开始维权，就是老帮助访民，就是拍的就是政府拍不到的地方，他老是给拍到，就说访民的痛苦啊，就访民的那种冤情啊，他能说用那相机来表达。 所以说他就说写的不行嘛，就是用相机来表达，所以政府就迫害他。是，这大家伙儿给我凑的衣服，这也是大家伙儿凑的衣服。哎，怎么说呢？穷帮穷，富帮富吧，是不是？互相帮助点儿。只要你身体好好的，我就挺高兴的。看来还行哈。这应该是没问题，这纯棉的，不是那种那什么的，就这个还行。这个我洗完以后，其实我看了看，我里能穿。 是吧？俩领子呢。那你明天你去？他老让你过街，你要一过街他就判你。你要是用各种方式呢，他就没办法。所以就说治安总局还让我看《红楼梦》，你那《红楼梦》怎么看呀？我说《红楼梦》里边的人物都乱伦呀，对不对？不适合我看的，我适合你们警察看的。我说我就认为要求回归宪法，还政于民，取消劳动教养和非法拘禁。他就认为这个事儿太大了，我们。 做不到，我说你做不到，你给我反映啊！他不给我反映，就告诉我这个事儿太大，就是太大了，是不是？作为人民警察，你怎么给我反映啊？喂，是不是？我因为什么？这个权利是老百姓赋予给他们的，因为老百姓要收回这权利，是不是？要自己当家就不用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害怕。现在就害怕。16片。 这是你写上去的还是什么呀？人家写上去的。嗯，这是写上去的，然后贴在那个就是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旁边，然后给拍下来的。啊，就是贴在派出所门口吗？啊，就是贴在这儿的。给我倒俩下。我没写名，一个写个名好了，一个写名好吧。 这个，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上访得不到解决，然后从这个03年释放之后呢，我们也到高检这点的这个高检呢来上访，然后也到其他部门来上访。 当时呢，说是高检呢已经立了，就把我们这个主要案件呢作为这个专案，24个专案组，那么我也是专案之一，就说是疑难案件。可是呢，我这个案子呢，他们让我们回去等待，等待这个解决。他们呢是接待了我们，也谈了案件，但是呢，就说这个事情呢又被那个北京市政法委压住了。后来呢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就因为我们在反映这些情况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上访人呢也就被抓了，那就是说被抓的时候呢，到04年4月26号，到09年我到05年我一共被这个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就是长期看押是593天。这是在我这一段时间里是最长的一次。吃药了吗？吃了，这不是买的药吗？买了好多那个药。我50年大庆的时候拆的我的房，99年，60年大庆让我上外地去了23天，奥运会让我走了2多月，每年的3月份准让我走2回，叫我躲开。那是他怕你呀，还是你怕他呀？为什么老百姓有冤情没处诉去？法院作假，公安局高检把我踹成这样，公安局哪儿都不，连登记都不给你登记。他说我们都归公安局，都归高检管，我们没人敢管。那你说他们就属于那什么了，无法无天了吧？打人白打，像把我的牙踹的，现在吃什么都吃不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于兰要出门呢。他们高兴的时候呢，就在后面跟着；不高兴不让他出门的时候，那个便衣警察就拦着，完了给他推倒了好几次，完了呢，推倒完他以后呢，再给他抓到派出所，一关押，有时候关押1天，有时候关押2、3天，完了就在地上扔着，也不给那个什么，也不给吃，也不给喝。完了，我们送个被子给他铺着，就在那个地上躺着。我出去买菜呢，有时候也是他呢，他们就不让我们出去。有时候出去可以出去就，有时候可以出去呢，就是他们跟着，有时候不让出去呢，他们就那个也给我抓到派出所去。老总一出去拦着那个车，就是不让走，干什么去？干什么也不让你去，买菜也不让你去，买早点也不让去。我们家都成了他们的了，他们的那地界了，沦陷了。那会儿新街口就沦陷了，我们过着的那个白色恐怖的日子。那个保安呢，穿的整个那个冬天的时候，保安呢穿着一身那个灰皮，再加上那个大衣。然后还带着一红袖章，整个一个被那个德国兵侵占了的。哎呀，从老远一看，那地下，一大片的那德国兵啊，还戴着那个帽子，那个让我们看了挺恐怖的。我觉着好，我要受这个法西斯的管制了这一段时间，然后那会儿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他们戴那帽子，有的那个。太像那个盖世太保了。老总说你们敬礼的时候一定要跟那个德国兵似的那种方式来敬礼，就更好看了。我这年复一年的上访也得不到一点的回复，不管说对与错，我们这都没有，这多自然聊的事，对不对？03年强拆的哈，03年被强拆了。然后呢，那会儿呢，我02年就是03年我判刑之后呢，出来就跟着他和他哥哥还有他侄子，我们在一块儿。然后呢，是由他们3个来照顾我的。那会儿呢，我爱人还没有办退休，他们仨呢就照顾我。然后我们一块儿呢到这儿那儿去上访。那会儿他们有2个小3轮，3轮上都是封顶的，然后上面呢都贴着这个标语哈，那个兄弟，贴着那个标语，当时是什么标语来的？我觉得咱这口号那会儿特好，那个标语就咱那车上那标语。车上标语，强拆违法，政府说的。另外是叫什么？圈地啊，奥运圈地区平民。奥运圈地啊。奥运圈地区平民。08年，08年的4月15号啊，就是说离这奥运也很近了，这天早晨呢，就6点多钟呢，就突然呢来了一伙人，就把我家的这院门给那个砸碎了，啊，冲了进来，就拆我家的这个房子，据我家的这个防陀，然后拆围墙。 当我这个去问他们你们是干嘛的，是哪来的，有证件吗？他们说没有。我问他们哪来的，他们说他们是西城分局派来的。那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法律文书吗？拆房子，他们说没有，就是西城分局组织他们来的。带班的那个警察叫肖威，他说他拆的是你们家房吗？我说我这儿 有法律文件，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房？我说我爱人是产权人，在这上写着呢。那就当时拆房子人一看，我确实拿的是这个法律文书，我爱人也确实是这儿的产权人。我说我家哥6个全都在这写着呢。那么他们就停手不干了。但是呢，警察不干，就是这个就是 说是110的这个警察叫肖威的这个警察就指挥他们，别他们理他，你们他们全都给我拆平了，当时呢他就指挥他们继续拆，那就说那个西城分局的那便衣警察呢，当时呢他在周围还是在继续录像，当时呢那个什么，因为我和他们讲道理的时候呢，他们便衣警察就命令这个就是这个拆迁的人打我。 当时我的脑袋全都被他们打开了花，那个，这时候呢，就说110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明明看到我这伤情，当时挺重的，满脑袋开花，但是他们却无赖，却耍无赖，说那个，就说他们在指挥这些人拆房子的时候呢，我就说，如果你们作为警察要这样的话，我说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。 就是我这一句话，给我招来了这个杀身大祸呀！他们的这个110警察肖威，还有文安委，当时呢就拖着我，就是那个就是给我抓到派出所去。到派出所，他们给我关进了一小黑屋。到小黑屋里头，他们那个先让那个保安揍了我一顿。那个保安以前没见过，是新去的。 那个保安呢，就对我连踢带打，另一个保安呢姓杨，我认识他，在那个看押我的期间呢，这个保安呢经常在我家门口，那这个保安呢就说说他都这样了，说你还打他干什么？这个情况呢，当时都有他们的这个摄像头，全部都记录在内，肖威呢回来吃完早饭回来呢，又开始就是无限的这个虐待我、殴打我。 然后呢，就说我在要求上厕所的时候呢，他不是把我拐给抢走了，然后呢让我爬着，勒令我爬着，我不爬着就是违反他这派出所的管理规定，那就是说他又再让我这个就是和另一个警察又把我给拖回来了，然后摔打我，取乐。这个案子关键是他们把我妻子从家里绑架的，没有任何手续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，他们给他绑架到派出所。 完了，关到小黑屋里面，剩他一个人。另外，他也把我给绑架的派出所也关到另外一间小黑屋里，跟他隔一间。结果都被警察严密看管。在派出所里边，他一个人就形成1比1对100，100多个警察对他一个人。完了，他们又做假警察对这个派出所有100多个警察。然后呢，就是说他们轮流。 然后那个就是看押我，那个他看押他的呢还算比较客气嘛，但是看押我就不是那么客气了，就是他们又就是种种手段嘛，就在那一会儿谁进来呢踢我一脚，踹我一脚，然后呢从这个地上呢提了起来呢，就是扔到那个沙发上，或者是从沙发上呢扔到那个桌子旁边那角落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他没录像，他这个他有对呀，坏了，他给你删了，他坏了。 你知道吗？打你的时候他坏了。当你要说稍微有点那什么，说我说一句糙话吧，说什么啊，他又亮了，对吧？他听得见还，他妈也听不见，就这道理，就这道理。他们替打咱们的。现在政府谁帮律师帮老百姓，他弄律师；这老百姓上访，他们弄老百姓。这法给老百姓定的。派出所里面受到那种虐待吗？就是那种性虐待，就是。 有那种人格的那个虐待，我提了一下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提没有，跟他说了没有？我这个跟他没有提吗？因为我对是挺难启口的，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应当说啊，因为当时呢，就说他给我那个就是关就是他们给我关在那派出所呢，就是侮辱、虐待、殴打我哈。这个同时呢，啊，他们那个就是我那个裤子呢也被他们拽掉了，完了之后呢，那个肖威呢。 啊，他就冲我耍流氓。当时呢，他是把生殖器给掏出来了，啊，然后呢还奔那个我身上那个就是啊撒尿，啊，那当时呢就是，当时呢我就喊了救命啊！警察打人了，就是我喊救命，警察打人，就是为这个事儿，啊，因为我觉着我没有办法，我要说是警察耍流氓呢，那么他们肯定说我是诬陷他们，那么我就只能喊我说救命啊！警察打人了。 当时他也确实是打完我，他才这样的。这样呢，后来呢，我这么突然一喊呢，他就倒地，倒地呢，然后他就突然就捂着这儿，他就捂着这儿，啊，就是那个哎呦。后来呢，就是他们的那个所长和副所长进来之后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啊，他没事了，他就坐在地上没事了，啊，然后他们那个所长呢就把我抬到那个沙发上，啊，就说你那个能坐起来吗？那个他呢就是这个肖威呢就说。 他不能坐着，他一直就是躺着，他从来都不能坐着，啊，这个当时的屋里的录像全都有，啊，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敢播放呢？就是因为有这一块儿，啊，但是因为呢，就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呢，我爱人呢就觉得挺下不来脸，那么我也觉得就是说怕呢，就是说如果一旦事先把这事儿说出来之后呢。 他们会不会把这一段给掐掉了？说呢，你应该找一间房。我找到哪儿，那警察也会跟到哪儿。他不会让我在那儿住，我从旅馆都给我轰出来了。最大的原因是警察，老师就是说呢，你走到哪儿，他就要把你给赶出来。然后我爱人上西城，就是这个西城区政府谈房子的事儿去，他们也被他们轰出来了。然后他们西城区政府还跟所有的上访人说了，不许跟他们夫妇来往。 因为他们有的我们这个西城地区的这边的也有访民的，然后呢经常来给我送吃的什么的，啊，完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西城的也好多那个事儿解决的是我的帮助，我来帮助他们，很多事儿都是啊得到我的帮助的，然后他们的事儿才解决的，所以呢他们跟我的这个交往还是不错的，挺深的。然后呢那个什么有的那个就是西城这个治安处就说。 说我老给他们出主意，不许让他们跟我来往。说我老给他们出馊主意，让我出的馊主意。嗯，把你贴上一个标签，那你就和我就是我，你这样的人呢，我就该打击了，我就该弄你。那我就不管我这个执法人员到底要不要就是说，要不要讲究法律，我就采取一切手段就要把你给除掉。现在他就是说，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完全是简单粗暴的去做的嘛。 做了之后就是说，我这个简单粗暴肯定是违法的。违法的时候呢，他就要圆很多谎来做这个事情，因为在中国呢，就是做这样的事情，它的成本太低了，成本太低了。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，我基本上不用负责任。这肯定把倪律师当做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。这种不稳定的因素的话，随着60周年的到来，可能就是显得很急切，很紧迫。维稳机制一发生效力的话，对这种就是说非常执着的维权人士的话，可能是要包括就是上访维权的人的话，可能要采取这种定点的清除吧。我如果是说从法治的层面来看，这个案件的话肯定是不构成犯罪，但是涉及到其他的因素的话，或许导致这个案件是不可避免的往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发展。案件复运倒是很顺利，但是我发现案卷里没有光盘，就是这个案子有两个光盘，一个是那个施工，就是拆房子现场的一个光盘，一个是派出所那个审讯室的一个光盘，这个没有。然后我就要求那个复制，书记员说这个需要领导批示的，他要回去问一下。过了2天，然后来电话说你可以来看，但是不能复制。过了几天我再去，然后那个审判长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审判长叫左海东。啊不，还有个小姑娘，那个她可能是那个啊，你说二审的哈，二审的，我也忘了。判决书不在我这儿。啊，那对。完了那个审判长说，二审的就是一中院的审判长说那个这个光盘能给你看，我们已经是违规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那个我们那个是不允许看这个光盘的。然后说我说我不但要看呢，我还要复制呢。他说这个更不能复制了。然后是原因呢？他说原因是，我们领导认为这个光盘涉及到这个，拆房子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拆房子的事情。拆房子。拆迁的是啊，拆迁事件。那拆迁事件为什么就不能复制啊？是社会很敏感这个事情，所以不让复制，怕引起社会的不安。然后那个我说那个另外一个光盘，说另外一个光盘那个也同样不让复制，他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。然后他说我作为一个法官我已经尽力了。我说你尽什么力了？你连那个复制这个案卷都没有保障我。然后他说是那没有办法，这是政法委决定的，我不会因为这个案子丢了我的饭碗。就这样，我看法官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叫。周军啊，那个就是代理，应该是叫王雪峰的一个女审判员，很年轻，看来就是20多岁。代理审判员还叫吴海碧。对，王雪峰。那他就是无法证实，就是光盘上是想证明什么问题呢？光盘是这样的，其实那个拆迁现场的光盘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倪玉兰老师她是那个妨碍公务，她主要是针对的是审讯室现场。他指控呢是倪玉兰老师踢了那个肖薇的下身，造成他伤害。因为那个肖薇是，对倪玉兰老师是进行这个询问的，就是询问他是在执行公务，指控倪老师踢了下身。主要是这个肖薇这是审讯室这个光盘，这个光盘实际上没有。倪玉兰老师说那个一审的时候就没有播放，就没有，就是一个空光盘。二审的时候仍旧是空光盘，实际上他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倪玉兰老师那个踢了肖薇的下身。就是这个，倪老师他这个腿都抬不起来，他怎么踢的？对，提到了，这是一方面，这是咱们的一个推测，这是一方面，这是现实情况摆着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主要的这个证据就是这个光盘，但是仍旧是他已经作为一个证据提交了，但这个光盘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工作说明说什么？说院内的摄像头不能拍摄院内监控头啊，只能监控到大门口啊。他作假做到这种程度了，那么要想监控院内，那监控头应该安在大门以外才能监控。这些证人那个出庭作证了吗？一审的时候，一个证人都没有到庭啊，任何证人都没有到庭。而且这些证人都是这个警察，都是他们的同事。对。他的证据就是说，他那个就是有检察官念这个证据，每张证词他只念中间的1-2句，啊，当时我就说，啊，你呢应该让这个证人出庭，如果证人出庭不能质证的话，哈，你这个证据就不能成立。那么然后他们就说呢，说那个啊，这个是我们说了算，啊，我们啊是上级让我们这么做的。第二审就是建审是吗？二审没有开庭。你要求开庭是吗？要求了，我们就是认为这个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嘛，这种情况下是应当开庭审理的，但是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这个支持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具体的案件来看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由最开始拆别人的房子，他来帮助其他的被拆迁户去维护权利，包括出主意啊、法律上的意见呐、等等。我们看中国的所谓的拆迁，以国家的名义来拆迁，实际上里面是政府的各个官员、各个机构。 然后加上一些开发商，包括他们雇请的很多人，构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个既得利益者。那么他们所做的看起来是拆迁，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抢劫，本质完全就是抢劫。那么倪律师在这里面帮助这些被拆迁户维护权利的话，那也就是对抗他这种抢劫。所以说，他们对倪律师可以说是。 恨之入骨，那么导致02年对他的这种打击，包括后面一系列发生的事情，那么倪律师在维护自己的权利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依法抗争的过程中，那么公检法他们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的一个工具而已，到现在完全沦为一种工具。 他不可能去为你来说话，他完全的站在那些抢劫者的一边去了。那么抢劫我们都能看到他是错的，但是这些沦为工具的公检法，他就要维护错的，他现在就要把那种大家都看到是白的东西，他就要说是黑的，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，我就要这么做。 给我那个红书包大名，那个你好像问，说那以为大姐自己在外边了，我哪成啊？我说夫妻俩都在外边了，哪让大姐自己在外边了？就这刘威他们律师他们开庭，就那个这听证会啊，他就为什么怕我们家那个杨秋雨去，结果就是把21号就给他传唤走了，22号就判刑，就给拘留了。 我拘留你去不了了吧？怎么样？挺好吃的，真都香了。看看那个挺拔，大姑姑肯定能做好吃的。没有房子了，房子也给收了，房子给抢了，地被占了，所有的财产被掠夺了。在什么地儿？在新街口，家被沦陷了，白色恐怖。我看您天天在这夜里怎么行啊？住旅馆一段时间，结果还给我们轰出来了，不让我们住。那你夜里在这受不了？没有办法，我们这些朋友们给我们资助了一个小帐篷。 啊、哦，我看您天天在这，那怎么行啊？您这身体没有办法，就因为我不认罪，要给我的惩罚，让我那个晚上不睡觉，练习那个就是不睡觉，不让睡觉，然后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，白天呢要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劳动，参加劳动，那。 我的劳动，我这个最痛苦的是什么呢？我被勒令爬行，拐不许用，凳子不许扶，每天呢要爬从那个寝室从楼上爬到楼下。几层楼？5层楼，从楼上爬到楼下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个监狱这个大院子，要爬到他这个500米以外的这个劳动车间。劳动车间在2楼，然后呢，我在这个从这个1楼，在这个爬到这个劳动车间，然后一节一节的，我再爬到2楼，然后爬到就是说他们给我安排的那个干活的那个位置上。然后呢，就说这样的呢，就说到了这个中午呢，要回到这个寝室吃饭，然后呢，我再那个从上爬下爬回。这样呢，每天呢就这么来回来去的爬行呢，我要爬4次，每天都要4次，那个别人走10分钟的路，那我要爬上1个多小时，这样呢就是说4次我要爬上6个小时，每天都是如此。我们干活干什么呢？就是他们让我们这个装这个筷子，一次性的这个筷子呢，它是经过来苏水消毒的，还有这个硫磺蒸熏过的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说毒性相当大，味道特别浓，特别呛人，让人难以忍受。我们装这个东西，就是说，而且还是有定额的，每天每人必须要装到11000双筷子，否则完不成这个定额，那。除了让你加班或者惩罚你，要遭到惩罚的。这个筷子呢，上面啊，布满了这个毛刺儿。你想，它是非常的这个检疫这个东西非常脏的。就据这个送货的这工人都说，就是送这个产品的这工人都说，他们都不用这些东西，因为知道这东西不干净。那么就他们给我们这些东西，我们再装一个袋一袋的去装，完了呢，就是每天呢，我们就跟机器人一样，没有休息的时间，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啊。那就是大概几个小时才允许上一趟厕所。我们要从早上8点半干，就是八点干，然后到晚上9点半。或10点才能下班。如果呢，就是我们要显出就是说的这个面色要显出不服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更厉害了。他们扇我们的嘴巴，我们连一句话我们都不敢说，还要谢谢他。您打的是，您说的对，我们要对他跟他们说您，啊。每天让我们写日记，还要尊敬的警官。其实尊敬什么呀？他们是最邪恶的人。这个监狱特别黑暗。我在日记里边我就写尊敬的警官，他们要求让我们写尊敬的警官。啊，我在这个我今天的这种爬行行为，我是在这个中国针对美国人权提出。质疑美国在监狱里头虐待囚犯，他们带女警察，把这个囚犯的脖子上套着链子，然后拉着他走，那种情形。我今天在这儿，我虽然没有被带上链子，爬行，但是我一样是爬行。我在这个大院里爬行，任何人都瞧得见，任何人都看得见。他们的领导，包括这个监狱的领导、督察，他们都应该看得到。实际上他们已经看到了，但是没人管。那么后来这个事儿呢，就是他们这个就是主管的这个警察呢，不但就是对我长期这个爬行这么侮辱虐待我这个爬行，而且还让我每天呀，他们在出早操的时候啊，让我在大厅里边撅着。怎么撅着？就是4肢着地。然后靠在那个就是好一点了，我可以靠在墙上，这样就是在大厅里撅着，是因为我不服从管理，这是对我的惩罚。别人上那个下楼上操，我不去，称我不去。我说我不是不去呀，我再爬呀，因为我爬到大厅的时候你们已经下去了，就是因为这个你没有尽快到这个大厅。你速度太慢了，啊，你不得不受到这种惩罚。直到这些，做完早操的人上来之后呢，然后在这个大厅里他们列队，啊，那个然后观看我这个体罚的这样，就是为了这个上这个公众来大家来展示，然后呢就达到这个威胁他们的目的。他呢就是他往那墙啊撅我，然后呢就那个就照相那警察呢，因为听到这个就这骨头嘎巴嘎巴响，然后那眼泪就疼的就都出来了。后来那个警察呢说呢别弄他了，就这样吧，就凑合照了一张。啊，是照了这个身高才150厘米。嗯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平时对，他要正常的照你的五官嘛，啊，身高五官，但是他当时那种完全直不起来。我身高1.66米呢，我正常的时候1.66米，1.66.8米。然后呢，就这个吧，那个有的那个呢是那两边架着我的那个人啊，一半那个也是警察让的那个人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他们把它给剪掉了，一看这就剪掉了。我是朝阳区的陈淑云，我丈夫张明伟因为武装移民把我家给抢了，把我丈夫给逼死在朝阳区政府里头，把我给打进医院，住了医院都1年零3个多月了，成了半残了。原来我是跳拉丁舞的，教拉丁舞的，现在我已经跳半腿了。在04年4月2号打着搞绿化的旗号，官商勾结，什么手续都没有。您知道吗？把我们家在没有协议，没有这个国家的合法手续，什么都有没有，跟我们家强买强卖，跟我们家拆光抢光了。到现在我们告到各个北京各个信访部门都走遍了，没人管。不但没人管，还遭到当地派出所打击报复，栽赃陷害。您知道吗？他们，您知道吗？无数次的把我们滞留派出所。多次非法拘留，还被他们非法劳教1年。我们跟他们讲理，他讲话，你告也没人管。人家中级法院说了3个月之内应该起诉，但是他不收我的案子。中级法院说让我给他寄，我5月3号寄的吧哈，5月11号我就收到他已经给我退回来的那个。你说老百姓哪有钱？我上房打的我这浑身全是伤吧哈，我都没钱看，他还骗我，而且我在寄之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呢。我们娘俩，这些东西都弄好了，上天安门跳城楼去。但是我也不能白死，我临死也得想想毛主席，给毛主席告个别。毛主席万岁，我想你了。我都吧唧跳到那个天安门城楼底下，我看着我这些居委会书记打我的这些，我都写好了，早日写好了，复印好了，弄他2000份。四五级逢的时候，我在天安门一撒。说了国家领导，也让找联合国解决。现在国家政策是好的，下边的人胡作非为啊！我们这儿真的好的。因为某些事儿嘛，受到这个什么公检法的这个打击，然后呢，从中呢就是说因为状告无门，然后呢去上访，那个什么这些人呢，这类的人也挺多的，然后呢，经常呢是找我。说我们怎么去才能告得赢什么的，因为这很正常，因为你公检法的这个官员呢，违法了，你侵犯老百姓的权利，你就应该及时纠正，纠正了他不是就不告状了吗？可是你越不纠正，他越来告状，对吧？是你导致的这个社会不稳定，并不是说这个受害人，他如果他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他没处去告去，没处去诉去。各个部门呢都是上下包庇，导致最后这些人呢就是上访的这个机遇越来越多，而且呢，这个在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用各种武力打压下呢，使他们的这个情绪呢越来越高涨，就是迫不得已去做某些事儿。实际上呢，本身呢有些是过激的行为，他们也不愿意做。但是被逼的。你们政府的司法机关在执法当中有违纪行为也好，是犯法也好，咱们这个不细说，毕竟是人家上访，后来人上访告状，长久得不到解决，还受到威胁、恐吓，这么他悲愤了，他拿起刀去杀害了民警。这个我个人表示呢，我说应该。 你们如果当时要是不这么迫害老百姓，他怎么不伤害别人？而且在当时有女民警的情况下，他走跟前儿到跟前儿都没伤害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人家没有伤害你们民警。现在弄得如临大敌，风声鹤唳，是你政府现在激化矛盾，有些东西，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消灭在萌芽或者消灭在摇篮当中，认真的对接待上访。 去潜心的去吧，研究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不可能说这种事儿不发生，会杜绝，会大大减少吧。反正总归是一个自己的小窝啊，那个比前几天那个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我们躺在地上，上面刮着大风，后来又无奈去搬到那个地下通道的时候，那强多了。毕竟这儿能折着，就好像能遮羞一样。毕竟女同志嘛，需要有一个能遮挡一点的地方，遮风挡雨的地方。嗯。